喂，你是小李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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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号不好，等一下打给你。信号不好，等一下打给你。信号不好。等一下，打给你。信号不好，等一下打给你。在星巴克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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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顺便去一趟邮局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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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你要邮寄什么东西啊？可以，你要邮寄什么东西啊？可以，你要邮寄什么东西呀？可以，你要邮寄什么东西啊？麻烦你，我想借一个雨伞用用。麻烦你，我想借一个雨伞用一用。麻烦你，我想借一个雨伞用一用。麻烦你，我想借一个雨伞用一用。手机快没电了。手机快没电了。手机。快没电了，手机快没电了，我钥匙丢了，请帮我找一下。我钥匙丢了，请帮我找一下。我钥匙丢了，请帮我找一下。我钥匙丢了。请帮我找一下，冰箱没关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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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只吃肉，多吃点蔬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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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奖金之后，你要买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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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去逛商场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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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有空了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如果你有空了，
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如果你有空了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如果你有空了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你这个发型非常漂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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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的错觉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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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吃北京小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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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，有的口味不习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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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去超市的话，顺便帮我买苹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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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像在做梦一样。简直像在做梦一样。简直像在做梦一样，简直像在做梦一样。好烦呀，今天又要加班。好烦呀，今天又要加班。好烦啊，今天又要加班。好烦啊，今天又要加班儿。这个太便宜了，这个太便宜了，这个太便宜了，这个太便宜了。请你填一下这张表，请你填一下这张表，请你填一下这张表，请你填一下这张表。今天我来请客，今天我来请客。今天我来请客。今天我来请客。不麻烦了，不麻烦了，不麻烦了，不麻烦了。你要喝什么饮料？
你要喝什么饮料？你要喝什么饮料？你要喝什么饮料？请快点，不然来不及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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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本书挺有意思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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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就生气呢。我才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就生气呢。才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就生气呢。我才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就生气呢。今晚我们一起看球赛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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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气渐渐热了，春天就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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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不小心说出来了。对不起，不小心说出来了。对不起，不小心说出来了，对不起，不小心说出来了。好冷啊，要不要多穿点衣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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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受累了，让你受累了，让你受累了，让你受累了。昨天给我打电话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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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发的邮件你收到了吗？我给你发的邮件你收到了吗？给你发的邮件，你收到了吗？我给你发的邮件，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我正在回复。收到了，我正在回复。收到了，我
正在回复。收到了，我正在回复。今晚聚会你参加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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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早点睡了，明天要早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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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正在收拾行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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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电脑坏了。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我电脑坏了，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我电脑坏了，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我电脑坏了，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你的快递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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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，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见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见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。再见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见。